Hello， 大家好，我是达海。今天这部影片来拍一下抽卡的影片。那在版本更新之后，官方送了将近50抽左右的量，所以大家如果新版本上线，应该都可以抽个蛮多抽的。其实我在莱雅版本已经把钻石抽干了，然后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又攒了150抽。那这部影片我会把两个账号的抽卡都一次抽完，所以可能可以抽到将近400抽左右的量吧。那我们就一起看这400抽如何。那因为要抽的量比较多，所以我就直接开抽了。第一个实抽就有金门，然后就有老头睁眼，然后我就毕业了，有没有？没有。好吧，那在抽卡的空档，我们就顺便聊一下三只赛季角色好了。首先，这次的诺艾尔其实是我最想要的大奖了，主要是他穿得很性感，不是啊，主要是因为他这只角色真的设计的，我觉得还蛮强的。竞技场打了一下对面有诺艾尔的，基本上对面开了一个防护罩，我就拿他没辙了。而且如果你用的是一些群攻角色，像是燕南，那你打一下诺艾尔的反击伤害其实非常痛。哇，这什么蓝天绿地啊！所以我认为诺艾尔很有可能会是 PVP 的 T0角色，那说不定就是上一个赛季不是有雅斯塔可以销护盾，拿来打 PVP 的诺艾尔，有些可能还会再加带一个绿盾，超级肥的盾，超恶心。那你一次消掉应该会蛮有用的。哎，老头睁眼了，这第几抽啊？好像三四十，再加一门书没有。好，我要诺艾尔祈祷出诺艾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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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黑色暴牛的 logo。哦，不是 SSR， 恰米。哎，等一下，刚刚出了什么东西？好啊，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啊，毕竟我有抽到金团战。但我要的是赛季角色啊。好吧，我们继续抽，顺便聊角色。那聊完诺艾尔，下一次再聊葛修好了。葛修其实我目前看到练的人还比较少，诺艾尔练的人最多。葛修给的增益非常多，那他的必杀技就大招有一个效果，就是可以帮我们免除受到的持续伤害。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特定关卡是打这种持续伤害的，尤其是这个赛季啊，我觉得赛季角色他可能会有一个做球，那到时候葛修的重要性肯定会有所提升。至于现在的葛修，我觉得在竞技场啊可以搭配莱雅去使用，二技能、三技能给的增益数量非常非常多，给完一次增益之后，莱雅的大招应该是见谁秒谁了。哇，要60抽，我现在还只有出一张金色，而且还是一张歪道的技能卡，这感觉这次好飞哦。老头别睡觉了，起床。哇，还是没有。好吧，那最后来聊尤诺。那尤诺有两个亮点，第一个是大招给的集中攻击，那目前能够给集中攻击的角色非常少，集中攻击会让角色攻击必定暴击，所以在打一些 boss 级别的关卡会变得还蛮好用的。那他的第二个亮点其实是他的童鞋技能睁眼，他的童鞋技能就应该叫协力技能，效果是可以解除敌人的不死咒，再对敌人进行攻击。那我们前一期的赛季角色雅斯塔，在那个时候的赛季关卡诺艾尔，他就是有那个防护罩的效果，需要被解除之后才可以进行攻击。感觉后面一些赛季二的活动有可能会出一些做球给这些赛季角色的关卡。然后我现在在想，尤诺是不是可以开发一种玩法，就是他的普通攻击可以给敌人减行动条，再配一个可以给敌人减速的角色，跟一个可以给我们加速的角色，能不能够做到永远都是我的回合，这样感觉会蛮有趣的。好吧，那角色都聊完了，但我聊角色期间一张金卡都没有出，到现在只有出一开始那一张技能卡，在还债了。这次的抽卡运气看起来好像比较一般。好啊，那我三只赛季角色都聊完了，我们就来专心在抽卡吧，把心念放在这上面，说不定就会比较容易抽中角色。100抽，我现在连个赛季角色的影子都没见到，别说赛季角色，我连一张角色卡都还没抽到，好飞哦。对了，现在这个赛季送的抽超级多嘛，如果你新玩家刚进到游戏有这么多的抽，建议是投资在限定的这个赛季值，就我现在抽的这个，然后最好是能够出最少两张限定角色之后再开局，一张可以靠自选。如果你是100抽只有一张 SSR 或者只有一张技能卡的玩家的话，那你就果断重开吧。睁眼，我这次怎么这么飞啊？如果这个是新账号，那就直接重开了。那但这个账号前面也欧过，所以算一个欧飞守恒吧。第120抽，我快抽完我原本的钻石量，还没有出一张 SSR 角色。120抽肯定会有了吧？出来，睁眼！哇！哇，只有样本蓝书哎！我想要找其他非洲人一起抱团取暖，
有没有人抽卡比我还飞的？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有同伴吗？现在120抽一张 SSR 技能卡，有没有人是120抽什么都没有？有没有人是那种200抽，然后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个保底？那应该飞到极致吧？哇，来了、欸！第一张就是给我诺尔，诺尔，诺尔，诺尔。这个是谁啊？这个声音我怎么不记得？哇，利希特，利希特我已经有了，但他高突破的话，竞技场蛮强的。但不对啊，130抽怎么一张心理角色都还没有来？太惨了吧！140，哇，又是银色的门。140抽就一张利希特跟一个金团长的技能卡。哎，没睁眼也有哎，但没睁眼的通常好像是代表那张卡你已经有，但我也不确定。技能卡如果能出限定的，绝对沉默。看到他我也沉默了。哇，140抽就什么都没有，我的钻石也没有了。好耶。欸，那大家等我一下，我想办法变出一些抽卡券来。好，那我商店换了10抽，这个是第150抽。通常商店换的抽啊，就是如果你抽的量够多的话，是可以每周换。哇，商店抽卡券好棒哦，大家都应该去换一下那个商店抽卡券。哇，出彩了，好棒哦，拜托，诺尔，诺尔，诺尔。开始念咒祈祷，黑色牦牛的。讲话，没有，他这个是 SR 卡，然后 R 卡，哎，诺尔，诺尔，这个也是诺尔，好耶，我出诺尔了，好耶，好耶，我抽到 SSR 的诺尔了，真的，好啦，我之后自选，如果可以选的话，我会优先选诺尔，这样技能卡也算有用，就不亏，好吧。好吧，那我先换另一个账号抽，这账号后面应该会想办法把这个保底给补齐到。OK， 那这个账号这边应该也是有将近200抽的量，可能不到200抽啊。如果抽不到200抽，我可能也会考虑去补齐这200抽啊。那这个游戏第一个月你挖一挖钻石跟送的量，应该是有到600抽以上。那如果一个月只能抽一次角色，我会建议就是投资在赛季池。目前我看赛季二跟赛季一的角色，他们强度我觉得都是在线的，就还哇，欸，这个账号第一个石头就有欸，感觉两边账号运气不太一样，这个石头说不定就直接出诺艾尔，就算出了一只赛季角色，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可以多抽一点赛季角色，因为限定的过了之后就没了，而且强度真的比较高。然后像这边出了黑色牦牛的 logo， 代表我出了，什么都没出。而且我记得这次角色的觉醒二技能好像也都还不错，这个是什么？听起来不像诺艾尔啊！哇，野蔷薇，野蔷薇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超强的推图角色啊。竞技场如果你是进攻手也可以用，但我已经有了，所以就重复的，好吧。第二个是抽，第70抽。哇，这次运气好像真的比较一般。当我以为第一个石抽代表这个账号运气会很好的时候，后面的又70抽，目前什么都没有，好飞呀！老头睁眼，哇，蓝天绿地，这是第80抽还是第90抽了？我两个账号的前100抽，这一次好像都只有出一个 SSR， 而且还不是限定的，就不是 UP 的角色。哎，老头终于睁眼了，我已经有点失去期待了。哎，黑色牦牛的，哎，女生会讲话，诺艾尔，哇，他是不是故意的啊？就当我失去期待的时候，没想到我要的 SSR 角色就来了。而且还是这一期的最大奖，或者我认为的最大奖啊！哦，我抽到现在300多抽，终于出第一个 UP 角色，真的是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至少出了一个 UP 角色。通常角色一来就会连着来，老头睁眼没有？哎，不对，我应该不能去期待。刚刚就是失去期待的时候直接抽出来嘛，所以我现在后面希望我的每一抽都跟这一抽一样，一来九绿最完美的抽卡，好吧？后面90抽什么都没有。肯定每一抽都是蓝天绿地，没有 SSR。老头不会睁眼，闭起眼睛。哇，有效哎！
哇，这招好像还蛮好用的，后面都用这招。哇，有两倍效果哎，非常非常有效哎。就是大家抽卡的时候不能够期待。哇，太好了吧，妹控出来了。哇，那两只赛季角色都有了，而且是两只我比较想要的。尤诺我可能如果都没有抽到啊，最后还是会靠赛季的自选去拿尤诺，但有可能这个就出尤诺啊。这个好像是金团长，不过金团长我没有一个新角色，不错。不过我现在的金色碎片有点不够，而且每只角色要练要花蛮多资源的，所以短时间内我可能还不会练尤诺，我会先练女主角或者像葛秀之类的其他赛季限定角色。好，那我们继续第130抽。这一次同样老头也不会睁眼，他就直接睡在那边什么都没有，然后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诶，不对耶，老头闭上眼睛还有一个彩书耶，而且这个彩书的光泽比较亮，说不定出的就是赛季角色，或者出技能卡也可以吧。哇，这个声音是螳螂。老实说我真的有点很想非常想把螳螂的碎片给吃掉，主要真的需要练的角色太多啊，不够练。好，那在第140抽，同样的我不再期待。你看银色的门肯定什么就不会出吗？怎么可能银色的门老头还睁眼？运气好起来的时候就会一直好，这招超有用。就算是银色的门，就算老头没有睁眼睛，他通通都会出彩色。黑色泡牛的，哇，这是妹控赛季角色，而且还重复了，感觉也不错啊，就是他突破上去的技能效果应该是可以给队友更多增益吧，记得。总之重复的也不错。好，现在是第150抽，第150抽金色的门，但是里面肯定是蓝天绿地。这次没有用，我承认我有一点期待。哇，他惩罚我，我的一点点期待换来了一本蓝书。好，我们还剩50抽到宝地，那不够的我等一下会想办法生出一些钻石啊，所以一定是会抽到宝地的，不期不待。啪，没了，钻石抽完了。好吧，至少中间有过一波小高潮，那我现在想办法去生一些钻石出来。好，那靠少年兑换跟帕塔我现在又累积了20抽的量，我们可以把它抽到保底了。最后的20抽去吧，有没有来一个海底捞月睁眼啊？没了，真的没了。好，剩最后10抽到保底的量，然后如果保底的角色我其实会希望是尤诺或者诺艾尔吧，因为我觉得诺艾尔高图蛮强的，然后尤诺的话因为我还没有嘛，就有的话就可以不用去自选他了。好吧，看看这个是抽出什么。睁眼，这个是保底吗？那个书放在最上面代表它是我的第200抽嘛，最上面那张是第10抽。好吧，看看我们的保底出什么角色。其实应该是出诺艾尔好一点啊，因为我也有一点点懒得去拉角色的好感度，出了的话就可以更快进阶到 LR 嘛。黑色暴牛的，哦耶，出诺艾尔。好吧，至少保底是我想要的角色。200抽就这样，不算欧啊，因为200抽也只有出第一张 SSR 嘛，但至少限定角色都有拿到。诶，等一下，刚刚那200抽不是保底哦？哦，赛季池好像是抽完200抽之后，还会再给你 100% 的几率随机中一只赛季角色。好吧，那最后拉一张尤诺就完美结束这次的200抽。睁眼，出来吧，尤诺。啊，是黑色暴牛的 logo。哎，又一个妹控。那我总计抽到多少 SSR？ 两个账号应该是350抽。第一个账号飞到不行，一个赛季角色都没有。第二个账号是有三个妹控跟两个女主，但没有任何技能卡。你知道这样会让人很想后面再继续拼命看有没有技能卡。不过技能卡提升幅度真的不是很大，所以除非你上头，不然的话可以不用硬拼了。好吧，那底下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抽卡运气。这部影片就抽卡抽到这边，我是达海，喜欢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